今天我也很高兴做公主的工作，评审已经结束，请你去分享这个还有回家。我们的目标从来就是也将一直是大理的目标，如果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将会跟我们将不会回到重庆，也不会换新，因为课程是几位陪审员不能做出被告判死刑的决定，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接受犯罪将在监狱度过余生，这将在一致意义上弥补不了我们的创伤。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有一天能感受到我们失去隐隐的感受的痛苦，警官和其他执法人员为隐隐讨回公道付出的努力。我们感谢法庭人员在法庭中对我的照顾，我们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和伊利诺伊中部的中国社区，也感谢所有在美国、中国的华人和各地支持我渡过难关的人们。我们对所有的人带来了善意和友谊的感动和感动。现在庭审已经结束，陪审团也做出了决定，我们要求被告无条件告诉我们隐隐的下落。如果你的灵魂中还残留有任何人性，请帮助结束我们的煎熬，请让我们带你回家。